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在平时的生活中，小伙伴们肯定经历过不小心手机掉进水里，或者手不注意碰到桌子上的杯子，水弄湿了电脑或者重要纸质文件，那种措手不及和手忙脚乱，估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。其实不仅是水，还有其他一些液体，比如墨汁、油渍等等，这些一旦不小心弄到身上或者任何地方都很难清洗。为了解决这样一些很琐碎却又很困扰的麻烦事，防护措施倒也不少，但能真正起作用的却不多。而今天要介绍到的是一款美国发明的涂料，听说它现在很火，很有彻底颠覆涂料界之势啊。这是一款超疏水涂层，它有排斥任何液体的功能，而且它的神奇之处还在于涂在物体表面，肉眼却丝毫发现不了。为了展示它的功能，我们用实际实验来验证。先在纸张上涂满这种涂料，再把墨水撒上去，可发现纸张上不会有任何墨水残留，而换成粘性更高的蛋液，同样可看到纸张洁净如初，没有丝毫变化。再用电子表做一下实验，拿来两块同样的电子表，给一块涂上超疏水涂层，一块不做任何处理，接着同时放入水中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下水的那一刻，没有处理的电子表已经无法显示数字，而另一边的涂了涂层的电子表仍在精确计时，防水效果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。当然，除了纸张和电子设备，这种超疏水涂层在其他任何实体表面都可以涂抹，比如车上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给车身喷上这种涂料，是不是可以永远不用洗车了呢？当然，想涂在衣服上也可以，如果你真的愿意穿一件怎么都洗不了的衣服的话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